在你旁边。白痴骑四人车。请问你觉得这个饭怎么样？走边跳，你不要逼我打你哦！揍啊！你不要逼我打你！好慢，好慢，好慢。Three days, time for the academic taste. 我说过了，每天都谢你。每道选择题都很困难 ，Daddy。太大我给不了你，我在这边澄清哦，不要再做白日梦，传说他还在等着我哦，每天都要留下晚自习哦，数学题目快要杀掉我哦，今天很难念六次爱，老师根本超有失手，请你不要管太多，放手让我自己去追梦。哦，非常男女，有缘千里。一号王美华小姐，我是一号王美华，美丽大方，人人夸，包您每天笑哈哈。二号张丁丁，我知道你在看我，我知道你在等我开口。炙热的阳光如同我灿烂的笑容，请珍惜我。我是二号张晶晶。三号许志文，午夜。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，也没有什么缺点，就是笨了点。平淡且真实的我，希望在今天20位男嘉宾之中，可以找到与我心系的那一位。我是三号许志文。Yeah.